当时一直在问，这个我是不是老李？但是那我们的感觉，进来以后就跟老师说，这是个宝宝。哎，但是挺的毛线还是不太清楚啊。一定是他那会儿，他的头发呢是黑的，人也挺帅。当时都是学办案子嘛，一有案子就办，然后办了十多年，然后头发呢也办白了。变得比较多的时候，你三十岁开始，这些案子比较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熬夜熬的多，头发就白的比较多。我们是警察，配合工作，过来。我们在高速路口发现前来接毒品的毒贩了吗？我们就接到了抓捕的命令了吗？当时我们就驾车进行抓捕。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看见我们就骑车逃跑，在逃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去追，就追到了一个高速路旁边的三三幺，然后我和我的战友就这样，这个犯罪嫌疑人实时的安在了这个地上了吗？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又拉了三个马仔，还得知这个毒贩当中可能有一个人是携带枪支的。得到这个情况之后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抓捕机会，虽然很危险，但如果说现在不抓捕的话，就会错失良机。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脸色，就一头上去把门一下就撞开了。当时我的腰部撞门的时候撞了一块，起了一块淤青，然后我好受伤，给门把手划了一道伤痕。在审讯他的过程当中，当时就还说这个我的单位啊，他说他一定会出来，一定会来找我。我当时想不说都是这个人命你知道我还怕你啊。那个犯罪嫌疑人嘛，就说你每人50万或者80万左右的，他给我说是现金的嘛，说给我，让我放了他。我们是警察，配合工作，过来。缉毒岗位上了吗？还是希望就是边境过来的毒品，尽可能少的流入内地。